我只要一只手，你不是吹的。哎，这次你碰到我屁股了？没碰到，碰到了，你来接。碰到了，你来了，你干什么？大家就在这儿啊！哎呀，到了，在这儿等我啊！哎，好，我上去马上就下来啊！好，等着。哎，谢谢啊。卖香烟，卖香烟，到大街。哎，臭瘪三！哎，我跟你说，这里是英租界。是你停车的地方吗？哎，我以后下次再让我看见你啊，我要撬到你的牌照！快给我滚，滚，滚，快点！老头，我再也不来了。阿三，阿三，阿三。小妹子，你在看什么？哎，去，老子看看蛋糕，关你屁事啊！走，小赤佬，买不起干什么？小赤佬，在动什么坏脑筋？是不是想偷东西啊？别走啊！别走啊！我怕呀！怕呀！是的，真不行。看看看，孩子哭了吧？你看，妈妈，他们干嘛要欺负小孩子啊？妹妹别怕啊！是可怜，仗着外国人的势力啊，根本就不把我中国人当人。干什么呀？他还是个孩子，此地是英国人的租界，没有你们中国人说话的地方。我要他哭，他就得哭；我要他笑，他就得笑。就不能反对，过分了，听清楚了吗？这是在中国，这就是个孩子呀，不要仗势欺人。怎么回事？快给我抓人！抓谁呀？人呢？你往那边，我往那边。好。真舒服。
要是有个蛋糕就好了。蛋糕，蛋糕，蛋糕呢？玩下去，说不定要输了呢。好好好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听你的，走，回去。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热死了！啊，着火了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哎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哎，不要多管闲事，我还有事呢，快走啊！哎呀，你看这小孩都伤成这样，哎，来来来，啊，这是你多管闲事啊，我是不付你钱的啊，你记住啊。这个小孩啊，这样。哎呀，你看，你不付就不付吧。哎，真是多管闲事。这样，哎，小朋友，哎呀，小朋友坐好啊，忍着点啊。心的真好呀。你这是酒精放酒精了。李先生，他会好吗？看来问题不大，再开几天药，让他补补虚，过两天就会好。李先生，这孩子三天三夜没有说过一句话呀。这是他受到了惊吓的缘故啊。会不会是哑巴？哎呀，不会的，我撞到他的时候他说过话呢。说过什么话？你说呀。讲的什么蛋糕啊，汽水啊。蛋糕汽水，哎呀，会不会给你撞哑了？会吗？不要急不要急，这几天药吃下去以后，我想你们的小孩子啊会好啊，好起来的。啊，哎，他怎么还没醒来？阿嬷，阿通啊，哎，快把衣服叠起来，快点，我们要走了啊。我们再叠了呀。快点。李先生啊，买点什么东西给他吃啊。好，买点蛋，买只鸡，再买点鱼就可以了。干嘛要给他吃那么多好东西啊？别给他吃，就是嘛。别说了，哥哥，他会死吗？他在生病，睡觉。哥哥，他的心还在跳吗？小声点，别把他吵醒了。痛，痛，痛。在笑，我怎么没看见？他真的在笑吗？咦，你要不要吃红薯啊？他怎么不说话呀？大哥，啊，我看他是在装病。他为什么要装病啊？想赖在我们家里，真讨厌。这家伙睡在我的床上，我只能跟你睡在一起。你每天都要放屁，臭死人了。你才放屁，你才臭死人呢。明明是你放屁的嘛！你臭死人！你臭死人！你才臭死人呢！就是你放屁的，你还赖！你臭死人了！你就是你！天天吃红薯，天天放屁。哎，大哥二哥，有一个好消息！哎，快说，什么好消息啊？等我放完屁再说。哎呀！哎呀！
看见今天妈妈买了一只鸡，我们晚饭有鸡吃了。哦，太好了，有鸡吃了。别把他吵醒了。吵醒他怕什么？他又不是少爷。这个长着三根毛的家伙睡在我的床上，我恨不得把他的三根毛拔下来。阿兔，哎，把他三根毛拔下来。阿兔、阿猫、阿狗啊，你们三个轻点啊，别把他吵醒了。哎，过来过来，该我了啊。哎呀，真是的。哎呦，棒冰棒，我来。嘿嘿，我赢了。到我了。嗯，好，这是我的。哎，怎么还没好了？快点啊，我还没瞄准呢，怎么打？快点，你要快点嘛。这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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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给我，是我的呀！哎呀，好嘞，别打了，哎，阿兔啊，别吵了，轻一点儿。是你丢的吧？不是我丢的，你赖皮，赖皮丢的，阿猫丢的，是你丢的吗？不是我丢的，是你丢的，就是你丢的。不是啊，那是谁丢的？好了好了，我们继续玩，继续玩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继续玩。这是石头。暗香菜馆，馄饨啊！卖报，卖报，卖报！太太到了是吧？太棒了！来了。孩子啊，吃药了啊，来，起来。哎呦，来，把药吃了啊，吃吃，别怕苦啊，妈妈给你啊放过糖了啊，吃。哦呦，哦，吃了吃了啊。哎呀，嗯，哎呀，真乖呀，我们的孩子真乖啊！哎，好好睡啊，乖啊，下午啊再给你吃一碗啊。是的，徐娟，还要你吗？好了好了啊，
干净了啊，太阳要下山了，快点。这家伙跑哪儿去了？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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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不见了。什么？走去看看。人不见了，你看。喏，这不是睡得好好的吗？我刚才看见背头空空的呢。空你个头啊！神经病！去去去去去。一听到我瞎说、哎、我是看见的吗？看见什么？玩昏头了你。去去去，来来来，坐下进去。冷天嘛也脱离个墙，两个相等共多强，三七走雨在芦花荡。啊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啊，走吧，回去吃蛋糕啊。啊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再会啊。哎，干什么？啊，老板，我想买块蛋糕。啊，买这个蛋糕？哎，对对对，多少钱一块啊？不贵，只要12块。哎，老板，好不好再便宜点？哎呀，这是最便宜的，我不赚你钞票的，要吧？哦，好好，要要，12块，是12块铜板。哎，好好。啊，蛋糕放到盒子里。哎，对。嗯，哎，老板，谢谢啊。吃鸡喽，妈妈，今天晚上鸡怎么烧啊？清蒸啊。我们要吃红烧鸡，我们好久没吃过红烧鸡啦。阿兔啊，等过年的时候啊，妈妈给你们烧红烧鸡啊。妈，我今晚就要吃红烧鸡吗？这只鸡啊，不是给你吃的。不，妈，我要吃红烧鸡吗？阿兔啊，乖，听话啊，等爸爸有了钱，妈妈买好大一只鸡，我们全家一块儿吃鸡好吗？我要吃红烧鸡。别哭了。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？我要吃红烧鸡，我要吃，我要吃红烧鸡。阿兔，你给我拿过来。我不给你，我要吃红烧鸡。你给我拿回来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看看像什么样子？你给我拿回来，拿回来，你听见没有？你看看他多不像话呀！真是的，你不给我吃，我也不给你们。看看这孩子真不像话，这我也不给你们吃。把这鸡拿下来，我要打你了啊，听话没有？你看看，你这么听话，这么不听话，还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啊，你就是不听话，孩子是该不听话，别听见没有？妈妈以后买给你吃，你听话吧。他正在生病，要补补身体，应该懂事啊！别哭啊，听话，别哭。哎，不好动，吃这个。妈妈，又是萝卜干。你们想吃什么？蛋糕。蛋糕是给他吃的。我也想咬一口。福根啊，别吵。这个蛋糕多少钱呢？12个铜板。12个铜板呢？哎呀，
够我们家两天的开销了。玉梅，我看这孩子每次说梦话都说到蛋糕，我呢就想给他买一块。哦，玉梅，明天呢你就给他当早饭吃。啊，福根呐，这孩子挺古怪的，整天也不说一句话，也不想家。这样下去也不是一个办法呢，明天我们家的米也没有了。是吗？不管怎么说，我那天也没有避开他，总是我的责任吧。这个孩子啊，你看他皮包骨头，怪可怜的，也是个苦命的孩子。哎，我看着他心里可真难受。这鸡好了没有啊？啊，再烧一会儿吧。那好吧，我们先吃饭吧。妈妈又吃山芋啊，又要放屁了。不吃山芋吃什么？吃鸡。骨头又发痒了是不是？ 去看看鸡。阿托，你看鸡呀？我不看，看了我要昏过去的。只要我们不吃饭就能吃鸡，妈妈说会给我们吃鸡的。妈妈要骂我的。你还想吃鸡吗？想。妈妈。妈妈。妈妈。哎，你就把鸡头鸡脚给他们吃吧。妈妈。妈妈。你看孩子。妈妈。妈妈。妈妈，我那你就说你要吃红烧鸡，听见没有？哎，你们说不要吃红烧鸡啊，听见没有？我已经不要吃红烧鸡了，我已经讨厌吃红烧鸡了。爸爸，我们以后不想吃红烧鸡了。对呀、啊。阿猫阿狗，你们快点吃！你看爸爸都在吃红烧鸡呢。嗯，真好吃啊！哎呀，真好吃啊！我们不要吃红烧鸡。就是，我不要吃红烧鸡。哎呦，你看这么多红烧鸡啊！吃。阿猫，吃！这么大的鸡，我们吃都吃不完。就是、啊。我们留一块给你妈妈吃。哦，爸爸，那你也吃。哎呦，这么多鸡呀、啊！吃不动了。爸爸，来，你不是爱吃鸡屁股吗？趁热吃吧，给你吃个鸡屁股呢。啊，好好好好好好。趁热吃吧。红烧鸡真好吃。以后我们要换个口味吃才好吃啊。对，我都讨厌吃红烧鸡了。就是，我也讨厌吃红烧鸡了，实在吃不下了。嗯，愁死了。哎呀，吃。这个大腿味道也不对胃口啊。不吃了，太淡了。我给你去拿点盐。阿兔，我这块给你吃吧。我也吃不下了。是不是发烧了？哎呦，我胀死了！哎呀，没有啊！你看我都打饱嗝了。我也是。是不是想家了？吃不下了。想妈妈了。哎呀，吃饱了喝着
不香？哼，你有什么资格吃我爸爸买的蛋糕？我是他儿子，你又不是他儿子，见鬼去吧！什么病啊？是假装的。你怎么知道他是假装的？我也假装生过病，这样才能吃到好东西。哥哥，郎中先生说过，生病的孩子啊，晚上会咬牙齿。你看他，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咬牙齿，准是假装的。啊？你听，他不是在咬牙齿吗？哎呀，这是小病，要是不能起床的话，还会咬得更响。安婷啊，阿土在咬牙齿，他肚子里肯定有虫子。你肚子里有虫子吧？是他肚子里有虫子。哎呀，我们吃吧。这鸡腿给你吃。我来。哎，我们已经三年没吃鸡了。我从来没吃过鸡。我们留给哥哥吃点吧。好，我会的。妈妈会打我们的，胆小鬼，打怕什么？哭一下就好了。哎呀，从来没吃的这么舒服过，真是好吃，真好吃。哎呀，太好吃了，真好吃。阿土，鸡我们吃了，蛋糕还是留给他吃吧。我要吃。妈妈知道了。我们俩都得遭殃。哎，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看着。睡着啊！你不许告诉我妈妈，我可厉害了，我会咬人。我刚咬了一只鸡，听见没有？狗啊，帮妈妈拿着。哦，玉妹啊，要我给你帮忙吗？不用不用，你擦你的车。让我先了，我先了，我已经到家门口了呀，我。你快点啊！哎，我还没拉好嘞。快点！哎呦，这蛋糕会不会有毒？不知道呀。哎呦，我肚子疼死了，我已经拉了三次了，我已经拉了五次了，我们准是吃坏了肚子。阿狗啊，洗衣前别忘了药啊，别送错了人家啊，听见没有？哦。还有啊，
上个月的洗衣钱别忘了收。知道了。哎，玉梅啊。嗯。哎，那块蛋糕三毛喜欢吃吗？哎呀，蛋糕也没有吃，那些鸡他也不吃，是真可怜呢。哎，那他早上起来没吃啊？不知道，他还睡着呢。那你拿着。哎呀，那你们吃什么？我还有山芋呢，吃吧。我去看看啊，他们怎么还没起来呀？走啊！妈，我们走了。走，坐好啊。嗯。哎哎，王师傅好。哎，走走走。哎呦，出去啊！哎哎。嗯，你们干什么？嗯，我们谁吃了蛋糕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出去跟你们算账，走，出去！哎呀呀呀！出去！难道我？你们骨头是一发痒了是不是？来，来，给我趴下！我没有吃鸡，也没有吃蛋糕。我没喂你们吃鸡，那饭盒里蛋糕是谁吃的？我没有知道，我没还不知道蛋糕是谁吃的。我没吃，我没吃。吃了还要吹个牛？不是，我没吃，我没吃。老实交代，到底是谁吃的啊？我没有吃。你说呀你！不是，我没吃，我没吃。老实交代，到底是谁吃的啊？我没有吃。你说呀你！吃的，你什么时候吃的？晚上我肚子饿，我就吃了。谢天谢地，是你吃的那就好了。你总算开口说话了，怎么了？是他们欺负你了？没有。那你哪里不舒服？别哭别哭啊！你快跟我说，别哭别哭啊！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。其实我的病早就好了，我怕。我怕你们把我赶走，所以我就装病。其实我想有个家，我想有个妈妈。别哭了，妈妈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大家都叫我三毛。三毛，三毛，你要是愿意留下的话，就留在我们家里。可是我们家里很穷，常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。妈妈，妈妈，我们就让三毛哥哥留下吧。就是，对呀。三毛你就留下了啊。三毛哥哥，我们以后再也不偷吃你的蛋糕了。不，蛋糕是我吃的，蛋糕是我吃的。妈妈不好，妈妈错怪你们了，你们都是好孩子。三毛哥哥，快点！哥哥，你看，
什么？拿着。三毛哥哥，你看，里面有一只小狗，而且是一只没有尾巴的小狗，就像我哥哥一样。你看。是像一条小狗。三毛哥哥，里面有一只玉兔，就是我呀，你看。还真像一只兔子。三毛哥哥，这块送给你。送给我？谢谢你啊。不用谢。东面剃头师傅说，这些玻璃可以换好多好多钱，要是我换到了钱，我就会买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，还要买一个很大很大的蛋糕给爸爸妈妈还有哥哥还有你吃。三毛哥哥，我吃过蛋糕，这蛋糕啊真是又香又甜。三毛哥哥，我吃了你的蛋糕，你不生我的气吗？我不会生你的气的，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？再说了，我来了以后，你也吃了不少苦啊。我们要成为好兄弟。好，我们成为难兄难弟。